跟三哥说拜拜哦。晚上见啦，晚上见。三哥他们先回去了，因为姐姐要上班，姐姐要赶回去上班。等一下你们后面一点回去吧。等一下我们跟那个青州有钱那个回去了，跟他回去。等一下叫他去买衣服给你哦，买给这个。我不要了。你不要了。我们先回去安排一下。OK OK。后面一点啊，等下见，拜拜。你看三哥多温柔啊，要找这样的男人多温柔啊，对老婆又好。小姐啊，给你找一个像三哥这样的，没有像姐夫这么松。上来啊，上来啊！你看，他不能拍。得，难道我哋陪你啊？我陈婷要翻去上班啦，我哋后辈先跟你走啊。你跟我一齐走咯，你跟我一齐啊。系啊，讲咗几多咁多。我哋跟我搭，我搭你回啊。乜嘢？等我搭你回。我晒。你单位有两公婆啊？几时要买那台保姆车？我们坐这个车坐。你上去啊。三哥先回去了，然后我们还要在南宁逛一下。他在我兄弟直接也是送我们下灵山，我坐这个车舒服啊，坐这里嘛说。你坐哪里？我坐哪里都可以，这里可以睡觉啊。啊，坐这里可以睡觉。小姐昨天晚上睡不着是吗？坐不住吗？哎呦，几杯干啊？哎，不用了。你叫哥哥介绍一个男朋友给你嘛，是不是？他朋友有钱哦，啊？要不要啊？是他不要。不要。真的。你要是看一下呢，知道吧？啊，先看一下，好了就要了，嫁人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在南宁这里找到一家这个网红牛杂店，我兄弟带过来的。哦，人好多啊，装修简陋，但是生意火爆啊！看一下，这么多人。挤满人了、啊。你帮他去拿吗？那么多。你们两个在这里等哦，应该也不用帮他拿。没有菜的，我小姐姐就这么吃了，手抓嘛，啊，这个可以手抓的，手抓的说，这个人家不用筷子了。热。糯米饭这么热，你们不是来抓？哇，这家店生意太好了。一个青菜，一个牛杂，250。在老挝吃牛肉都不想吃，中国的牛肉太贵了。好吃吗？这个？你看朋友找这么远，这地方很偏呐、啊，还能找到这个地方吃？你专门来这里找这个东西吃的？我不婆婆，我兄弟说带你们来买这个品牌的衣服，你知道什么叫品牌吗？在这里，他说这里的比较优惠，我们去逛一下。哦，应该都是哦。这漂亮啊，去逛一下嘛。
做啊，做做啊，上三哥的车嘛，回来坐三哥的车。我们现在去吃饭了。佢这里比较冷哦。高楼你识在边啲冇？
你新鲜啊，好吃吧？难得你回来，我们有的你们两个回来，知道吧？看一下这个漂亮，只有500米，你跟他说。啊，三个买的水晶大毛，那错了了，那错了了。嗯，第二场，第二场。今天晚上可以跳舞了，小妹子。昨天晚。手机没，拿过来。